好，全家平安啊！身体健康，第二个，圣安宫香火鼎盛。好，跟就是祝我叔叔还有爸爸发财。没有阿飞啊，订阅率又100万。祝全家人身体健康。好，好了就好，我们一起吹蜡烛，一起吹蜡烛。阿妈，阿妈，那我们就好，谢谢蛋糕，谢谢蛋糕，寿司。对，我跟我们送给你的礼物，你看看。哇！抽奖抽到的、哦，哎呀，是特地去买的啊，真的很棒啊！喜悦领奖礼物，生日快乐！这个包包我觉得非常的适合你，写你的名字。好，欢迎到秀文。我把礼物拿在手上，因为我这个很少买来这里，我就去百货公司。问那个柜台说要买哪个？什么 channel？ 什么频道的？然后他说要买香奈儿的。香奈儿？你知道这是什么？什么？都是那个皮卡乌啦，香奈儿的啦。英文我都不知啦。这我就不知啊 ，San Francisco， 香奈儿我就知道啊。San Francisco 是那个加州那个一个地名、是吗？哦，这万年在咖喱边那用哦，啊你抓到了吧？因为喜欢写小包包，这我敢给你，打开，打开，打开，好不好？打开啊！干嘛？不是要打开吗？因为不是糖果，我在那边打开来看。哇！这边还有一个，这是一整个套组的。谢谢，好棒哦！好的，送给你，生日快乐！谢谢，好，嘟嘟。送给约翰走路，现在有送给自己了，现在有 number five。约翰走路，有约翰走路。小瓶的 number five 哦，一下子喝完了，我送大瓶啊，但是礼轻情意重啊。这个手工皂。手工皂，就洗澡会越洗越漂亮那一种。哦，赞哦赞哦！我还以为是酒。高义，这高义我就知了，这高义我做地壳啦。地壳，地壳，地壳，这个是什么？好，刮痧板。哦。你这人要帮你刮痧，刮痧。妈，你跟他吵架，如果很受不了，说刮一下，精神又来了。这个又是什么？这个又是什么？这是跟刮痧板的。这是套装组的。到底下还要干嘛？那个是什么？糖果。这是最好的一个耳垂，但是不能打开来看。什么意思？打开。哦，听出来了，我说奇怪。哦，珍珠哎，小星星，真的珠哦，不是假的哦，这是真的。有些人大颗，但是它是假的。哎，是珍珠。哦，珍珠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叫你了。来，有两只燕子。辛苦健身体健康啦，赞啊！里面是什么东西？地壳啦，你口水做的地壳，对啦，跟我想象中的不大一样，营养美容哦，来呀，赞啊！谁来加固啊？啊我吼，全部等落，干嘛我用中文的吼，安尼你看较有啦吼。啊，伊迄英文的，若唔知你家己甲问吼。妈妈生日快乐！林东义，如果你喜欢，你就比个圈。
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就比个赞。哦，妈，你等一下啦，你等一下，阿妈要先包给他生日礼物。那蛋姐叫水仙。哦，安安的。穿上去。穿上去。我是蜡笔小新。蜡笔小新。哦，又用的包都可以穿。哦，谢谢。妈妈，你看，穿起来。小心。你是买给那个宁夏行穿的，我现在还按照他的尺码买的，他身上那一件。刚刚好嘞。好，我们谢谢 SS Family 送的礼物。手机耶，哇！行动电源。蜡笔小新的行动电源。我们这次送的礼物是行动电源，还有一个娃娃，喜欢吗？喜欢。这两个人最喜欢哪一个？娃娃版。第一个。哦。面包。哦。这是什么？好潮哦。鞋底吗？潮底。这是什么？潮底。帽底。那是 Nike 吗？ Memory。他怎么好像拼错了？这个是正版的哦，第一期，这个是正版的。刚刚那个 Adidas 是假的哦。正版的好不好？刚刚那是 Idea， 不是 Nice， 我靠，我靠 ，Idea，Idea 那就不一样嘛。哦，阿妈给你的礼物。阿妈不要背，这好你搞错还。哦，阿妹好，阿妹好。你最喜欢谁的礼物？阿妈的，当然是阿妈的礼物啊！不会讲，喜欢的。